啊，此情此景，我想吟诗一首。朝雨公园真是美，我一来呢就后悔。为什么你说你后悔呀？因为我出门没有带水，好口干呐。给娘买水喝给他。好。嗯，过。过，有个手机。哎呀，衣帽都没上，这还是个美女呢这。哥，我们把卖那个啦，卖那个卖饮料喝个。素质何在啊？你从小没学过的吧？你拾金不昧啊！再说，哎呀，这是个美女的，我刚好没了女朋友。你说是不是老天给了个机会我俩？美女，你好好看一看，看是不是你的手机？是的呀，谢谢你。你这做了好事，我给个钱你啦。呀，不谢了不谢了，分文不取，这好事是应该的啦，要拾金不昧的哈。你人好好啊，今天晚上有没有时间？我想请你吃个饭，看个电影。要我出钱就可以。我再问你一个题外话，你有没得女朋友啊？没得啊。瞎说，有啊。没得吗？咋下？在你面前。淘气呀你。挂，你会死吗？这里莫的。那个，等施主，一定要等施主，去了这个等。你耐不喝，跟他手机高的秦梦好友打个电话吧。是的呢。对不起，您的电话已欠费，请您试一下话费。卖那个。不要紧，跟他叫花卉。啊。交一百。哎呀。我那天再跟他的姐姐打电话。喂。那是那个施主的姐姐吧？哎呀，那你妹妹呢？把这个手机落在朝雨公园里了。我是一个路过的好心人，啊，要让妹妹过来拿呀，哈，我在这个等她。哎呀，不要紧，不要紧，应该的，好的。哥，你这是唱的哪一出啊？敬请期待，嗯。刚啷个了？地震了吧？不找的啦。帅哥，你是不是把我的手机捡了？这个又不是你的手机啊？不是的，是我的手机。你看上面照片呢，就是我呀。这未必是你呀、啊！你滚蛋吧！就是我。除了这个发型跟衣服相同外，这长相卡都不一样，那可能是你呢。你要是不信呢，手机给我，拍个照给他看。你，这也不是你的。你等哈，你再看。是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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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，哎呀我天、啊，那个我给你交100块钱花回来。呀，帅哥，你真是个好人，我晚上可不可以请你吃个饭？没得时间，你不花回给我。呀，啥子恩怪的啊？不过我就欢喜霸道的男的。呀，我不要了，我再也不要了。